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小厨娘，白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像这样的馅料就已经调好了，闻着就特别香。包饺子煮出来，上桌开灶。蘸汁这么一来，小味儿噌就出来了。好吃到不得了，简直舌头都要吞掉了。这么好吃的馅料的调制方法，一定要为家人收藏安排试一试。这里是飘飘小厨娘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